十。我给四十。飞也四十。是五十，阿姨。来，我们家买东西，煮两煮秤，无手无脚的啊，你放心，来我这里买啊，阿姨。七七，仙女下凡了，阿姨。哎呀。好，把房子一开心，可以。阿姨，你是我们这里人吗？是啊。经常来菜市买菜啊。留下一段岁月，让我们学不会全心的付出。阿姨，帮你开小一点啊。生活迫使我要砍快一点。菜少，没办法，阿姨。手势好啊。阿姨，要点煲汤料还是干锅料？煲汤的。煲汤的啊。我们煲汤料。阿姨，还有什么不能吃吗？红枣多几层皮，甘草虾仁、瑶柱、香灰都可以啊、哦，对不对？一样给您放一点。回家冷水下锅，备完水之后，把这个料放下去。啊，出锅再放盐。有。我想放了。出锅再放盐，不要提前放盐啊、嗯。出锅再放盐呢？出锅再放盐。来，阿姨，慢慢来，不要紧。其实是啊。